真的很明显见到我的皮肤真的光亮了，跟住毛孔又细致了很多。哇，近排块面咧皮肤真系差咗好多，个个朋友见到我咧都问我做乜鬼咁残啊！冇计啊，你知生完小朋友之后咧，成日都唔够精神，又唔够瞓，又唔够时间做护肤、啊。你睇我啲毛孔，我啲皮肤几多细纹啊，几多毛孔。于是咧，佢哋介绍我用呢个回春膏，佢有分日霜同晚霜，而家搽俾大家睇下啦。而家搽埋个晚霜俾大家睇，搽完之后咧，块面真系靓咗啊，光泽感都多咗好多，毛孔望落去都细致咗。等我试多一个星期，睇下效果会点先。我呢五日咧连续不停用呢个回春膏啦，真系好明显见到我啲皮肤真系光亮咗啦，跟住毛孔又细致咗好多、哦，而且咧用呢五日里面都发现自己嘅暗疮印都淡晒啊！